在路边买了两个海棠果，两个菱角，从来没吃过，尝尝。我在一边全面面包，一个鸡蛋，一个鸭腿。这玩意儿18块钱一斤啊，就买了几个，尝尝味儿就行了。从来没吃过，查了一下含糖量也挺高的，吃两个就行了，打了5个单位啊。这玩意儿不叫苹果吗？这玩意儿除了长得不像板栗，其他也不像板栗，尝尝就行了，不好吃，尝尝就行了，不好吃。还是这玩意儿香啊。